各位更新一下最近极之混乱的状况。啱啱先喺首爾參加完 YouTube 嘅活動，即刻趕翻嚟香港，就為咗電競節。今年嘅電競節我參加非常多嘅活動，我真係驚大家太混亂搞唔清楚。其實我出咗一張懶人包圖嘅，不過仍然好多人問我到底幾時去電競節。簡單話俾你聽啦，星期六日我都會去。到底咩活動呢？我哋而家睇睇先。首先係今日星期六1:00至2:30，我將會出現喺 Hall Free 網路紅人紅白對抗賽。我係代表白隊出賽嘅，到時候連同呢個雲吞咧對冧對面嘅雞 wing。支持我朋友記得著白色衫嚟啊！然之後3:00至4:00，我终会出现喺 Hall 1D01 Asus ROG 嘅摊位，同大家直抽啊！啊，玩 Game Beast 啫，大家几日同我玩啊？打赢我应该有奖品啊，好渣噶咋！然之后5:30至6:30，我将会出现喺 Hall 1Q21-23 Super V 嘅摊位，因为我哋咧摆住啲 Over Spice 嘅产品喺度寄埋啊，有呢几顶帽啦，同埋有呢个 Power Bank， 喺在场买 product 咧就可以攞筹排队签名影相握手咧，做乜都得噶，记得嚟揾我啦。哇，礼拜六跑成三场、哦，当然啦，礼拜日我都会去嘅。礼拜嘅2:00至4:00，我将会出现喺 Hall 1 Omen by HP 嘅摊位玩 PUBG 啊，大佬，我苦练两日就系为咗去玩 PUBG。不得了啊！現場食雞，喺電競節以為咁就完啦咩？未完，記得要去埋 Hall 1嘅 CGA Store。呢間鋪頭裏邊一件神秘嘅 T， 呢件唔係普通嘅 T， 係一件限量 T。嗱，呢件 T 咧真心限量嘅，淨係會場先買到嘅啫。就算咧會場第時賣唔曬咧，都會以原價去發售，原價299蚊，喺會場特價199蚊嘅啫。呢件衫呢個 print 咧就真係好鬼正，因為咧我哋 shoot 翻電競節啦，特登致敬呢個 Street Fighter。呢个咧就系我哋 OverSpice 叉 CGA 嘅一个作品。另外 OverSpice 咧同 OverSmart 同埋 CGA 夹份出咗呢一件 T， 哇！有鬼靚嘅，嗱呢件同樣都係限量嘅，冇話我唔提你。另外當然支持埋我家公子 Toys 呢件 T 啦嚇，中路野獸啊，係一個型嘅。嗱三件 T 都係限量嘅啫，早啲去買咧就有 size 可以揀，遲咗冇 size 咧就係可以用嚟收藏啦。OK 啊，另外就係 Mira 同埋 OverSpice 聯名出嗰頂帽咧，即係呢一頂啊，大家係臨尾先至嚟買嘅，我明白，絕對明白。嗱，而家最後機會啦，我哋三樣嘅贈品咧都全部解鎖曬啦，就係咚咚咚。當然啦，如果呢兩日有機會再衝高啲嘅時候，有機會解鎖多一樣嘢嘅，留意翻 OverSpice 嘅 IG 就會知道噶啦。加開兩日真係最後噶啦，大家唔好再嚟問客服咧，禮拜六日先得閒俾錢啊之類嗰啲嘢，把握最後機會啦。OK， 不得不説呢排行程真係非常之混亂。啱啱咧喺韓國翻嚟啦，其實韓國翻嚟最後一日咧發生咗一啲事，知道咩事咧我就唔方便講啦，留翻下個禮拜嘅 vlog 應該會講。大家以為就咁就完結啦，電競節完咗之後啦，我仲要跟住落嚟飛去 New York 嘅。是啊，美國仲要自己一個，成日都飛嚟飛去，但其實我都幾enjoy嘅，係辛苦啲啫。仲有一樣嘢就係下個禮拜將會公布一個大製作，而家仲未完成，我哋仲喺趕緊工當中啊，非常之複雜同埋困難啦。至於乜嘢咧，揾翻琴日嘅片啦，同埋前日嘅片咧，應該會揾到啲線索嘅，特別喺最尾嗰部分咧。好啦，今日特發篇喺度結束啦。近排生活真係多姿多彩，好精彩。縱然係好辛苦，但係好 enjoy。Yes， 中意嘅朋友記得 like， 有乜想我未留言，最中意訂閱我，小禮物撳個鐘仔，下次再睇星期五6:30同樣時間再見。拜拜。有時候星期六都會見。